is being recorded. OK， 可以开始了是吧 ，Sally？ 对，可以开始。OK， 要怎么讲？大家早安、午安，因为那个时差东岸西岸的不同的东西了。那我觉得这个讲这个 COVID-19 大概首先要讲历史啊，大概我花五分钟的时间，因为大概这个二十年之间呢、啊，我们在美国发生两大事件呢、啊。那这两大事件的发生呢，影响我们的民主自由，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我们的行动了。那大概你们记得二十一年前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话，大概你们还记得吧 ？9/11， 来，那个的二十一年前 9/11 的事情发生，就是。Modify our lifestyle and affect our motion of our traveling and affect how we deal with our life. 那二十一年以后呢，同样的事情发生 ，that is COVID-19, that also affect our lifestyle, our motion, our travel, and how we deal with our life. 那这个 COVID-19 开始的话是2019年在武汉开始了，9月份就开始，但是真正给世界注意到的话是 WHO involved 的话是2019的10月份开始报道了武汉的那个疫情出来了，那就开始这个开始刚刚武汉病毒后来变成他们 WHO 就改成因为他的那个病毒的症那个病毒呢，它的长相就跟一个皇冠一样，所以叫做 coronavirus， 所以他们就 COVID 从2019年开始，所以叫 COVID-19 了。那开始以后呢，就2020年元月份，在中国的好像是中研研究院一个 professor。开始研究这个 COVID-19， 就 analyze 看的那个 sequence amino acid 的 sequence 出来。那他研十月好像是1月24号就开始有这个 sequence 出来了，到底 COVID-19 的那个amino acid 的那个排列是怎么样排组？那因为有这个10月份那么早就发现这个 sequence 的话，所以很早他们就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呢有用这个来做疫苗。因为有这个关系，他们省了一段时间，可以不用再寻找他们的组合，就用 COVID-19 的那个 amino acid 的 sequence 做成 RNA 这个 mRNA 的那个疫苗，还有那个药的研究了。那以后呢？现在的问题是说 ，Is COVID-19 over？ 是不是我们的 COVID-19 已经终结了？那如果是说你根据我们美国总统拜登啊，9月12号在 NBC 的那个记者招待会，他是宣布说 COVID-19 is over， 但是他讲的这些结论呢，很多专家很多 expert 医师都不同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啊， we cannot get rid ofSo far, we did not get rid of COVID-19. So if we cannot get rid of it, we live with it. 所以这个 COVID-19 呢，始终会跟着我们一起走，走多久 ？I don't know. 所以他们讲说呢，这个 COVID 可能就变成，看你说的那个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跟着我们走了。那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简单的历史。然后来跟你讲说，到昨天为止呢，因为 CDC 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钟就一个通告出来说，到底我们那个现在的 COVID-19 到底情形现状怎么样？到昨天为止呢，2月24号晚上8点钟呢，在美国总共确诊的人数的在总共的人数呢，大概是
104 million 确诊，死亡人数呢有112万左右了。然后现在正在有这个 COVID-19 住院的病人呢，有14956个病人现在还在住院当中。那这个是他的现状。那个另外一个问题是很要紧的说，这个到底我们的那个打 vaccination 的condition 是怎么样。在美国的话是不错了，在美国的话是 在美国的话是不错了。那在美国的话呢，70%的 population 已经打了疫苗 the average， 但是呢其中65岁以上的那个那个65，你看到这65岁的差不多95%有打疫苗。所以美国的话对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照顾真的很好，95%都有打疫苗。那平均 population 来讲是差不多70%的人打疫苗。但是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打 booster 的到现在为止，尤其是 bivalent booster 最新的那个 booster 的话呢，不到17%，少之又少。那要讲以前呢，都通常要跟你讲一些有到底是有几个名词，你们一定要注意到。一个所谓的叫做 breakthrough infection，就是说你即使打了疫苗也感染到病。我本身打了5针呢，但是我一个月前呢还是有 COVID-19 呢，在家待了，那个叫做 breakthrough infection。 OK，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另外一个名词大概你们要晓得，我们叫做 rebound infection。 What is rebound infection？ 三个人 在我们美国三个主要的防疫中心的那个主持人啊，都有 rebound这个 rebound 的 infection。 一个是 Biden， 他感染病以后呢，吃了药以后呢，大概是一个礼拜以后检查是 negative， 但两天以后再检查又 positive， 这个就是叫做 rebound infection、啊、Biden 其中一个。然后 CDC 那个 CDC 的一个女孩子的主管也是一样。然后 Dr. Fauci，他是白宫的那个consultant， 那个COVID-19 的 consultant， 他也 rebound 那个 infection 啊。所以这个是东西。那另外一个名词你们要记得，尤其你们看报告的时候，看那个 CDC 报告的时候嘛，他们叫做 fully vaccination。 什么叫 fully vaccination 呢？一针两针三针四针都可以。比方说 Johnson & Johnson， 他一针打了一针就是没有了，不用 booster 了。那那个 Moderna 跟那个 Pfizer 有2针嘛，所以只要你打其中的一个承认的，就是 Johnson & Johnson、 Moderna 还是 Pfizer 还是 Novavax， 你只要把那个打完的 Moderna 是2针啊，那个 Pfizer 是2针， Johnson & Johnson 是1针，打完以后那个叫做 fully vaccinated。 那另外一个名词要记住，看报告的话他们叫做 update vaccination。 这我来讲的话呢，所谓的 update vaccination， 我是属于 update vaccination 的 population。 我打了2针的那个 Moderna 开始，后来又打了第一个 booster， 又打了第二个 booster， 又打了第三个 booster。 第三个 booster 所谓的 bivalent booster， 我打了5针，那但是还是感染到 COVID 了，一个月前。那你们有的人就奇怪说，哎，你打了5针为什么又染病呢？那通常我们这个 vaccination 啊，不能 100% 的预防疾病。比方说现在全世界最好的 vaccine 呢就是 measles， 它的保护率只有 96% 而已、啊、对不对？那还有我们通常每年打的那个 flu 的话呢，它的那个 有真正有效保护你的作用只有 40% 到 70% 而已、啊、最好是大概3年前那个是 76% 最好的。所以打预防针不能预防 100% 的预防疾病，但是呢它一个好处，它可以避免你病重住院，最要紧的是
death 死亡，他一个预防接种。所以我本身打了五针呢，我已经又感染到那个 COVID-19 的话，我真正有症状的话只有两天而已啊，就是胃口不好，一个喉咙痛。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现在你感染的 COVID-19 跟刚开始三年前的那个症状完全不一样。现在你感染的症状跟普通的感冒跟流行性感冒没有什么分别，除非你做检查，要不然你可以分不出这几种病到底你有哪一种疾病呢、啊？所以呢，说打预防针的话，一个好处就是避免重病，避免住院，最要紧是避免死亡。OK， 那这种就讲这个疫情来讲呢，另外一个问题是说，现在有没有药？有没有这个药？啊，现在有没有药来医治这个？你即使打了预防针有这个病的话，你有没有药吃呢？口现在有三种药了，两种口服药，一个是 Pfizer， 一个是 Merck 的，两种药都要吃五天，吃差不多一个是两个都要吃差不多五天，吃三十颗了。哦，那吃那个药呢有没有效？有效。 Pfizer 都差不多有70-89% 有效了，那 Merck 的话呢、只有50-70% 有效而已。那另外一种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住院的时候或者是到急诊处，他们给你打那个所谓的 monoclonal antibody， 但是呢因为变种的关系啊，很多 monoclonal antibody 根本没有效了，一点跟对那个 variant 一点效果都没有，现在只有剩下一种而已。因为那个孕妇呢 pregnancy 的 women， 如果她有 COVID 的话，她也不能吃那个药，那个药有 pregnant 的话不能吃，两种药都不能吃了。就唯一她可以打的话呢，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现在剩下一种有效而已。所以药物可以吃，但是呢药物有很多的副作用了。有的时候你吃某种药根本不能吃那个口服的药，所以呢最好的防疫的话，你们看到这个现在问题正在讨论的是，到底我们这个 vaccine 是不是每年都要打？那个 FDA 呢现在正在讨论当中，就讨论说每年呢秋季的时候跟 flu vaccine 跟 COVID vaccine 一起打。问题是说这个打呢跟 flu 一样吗？说六个月以上的病人都要打，或者是限制性的打 COVID vaccine， 比方说你有慢性疾病啊，心脏病啊，或者糖尿病，或者高血压肥胖啊，或者是你有那个 immunosuppressive， 就你有 autoimmune disease 的 population， 你有 cancer chemotherapy 的话，只有这种病人打，每年打 COVID 的 vaccine， 现在真的还没有结果，大概这两个月结果应该出来了。那其实 vaccine 有没有副作用呢？有，但是呢，你打每种打 vaccine 的话，你就要考虑到底的 what is your benefit， what is your side effect。 如果你的 benefit 比 side effect 还要好的话，那大家有一种选择，就是还是选择打比较好了。但是这个 vaccine 到现在为止了，全世界不知道打了几亿了，它的 side effect 有，但是它的 benefit 比 side effect 高得多，好得多。所以政府还是劝说 the best protection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get vaccinated。 不只说你要打 vaccine 了，而且try to get to up-to-date vaccination、比方说现在的那个 bivalent， 现在到现在为止了 bivalent 的那个 vaccination 的 booster， 就刚才 show 你这个 picture 就 17% 少得不得了，所以他们还是欠打。那现在很多这个问题，很多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vaccine 跟这个疾病的话呢，
效果油效果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考虑到说，哎，你有这个，你在 COVID 当有染的 COVID 当中呢，正在染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并发症？过了以后呢，有什么比较长期的并发症呢？那比方说，在 COVID-19 感染的时候呢，可以增加心脏病的发作。如果你本身有心脏病的话，这个 MI 增加，stroke 也增加。啊，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考虑到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long COVID。那什么叫大概我们中文翻成是叫做长新冠病症啊，long COVID。那它的定义是什么？What is long COVID？What is the definition？那通常 CDC 跟那个一点 expert 的话呢，是说你感染这个病以后呢，3个月以后你还是有症状。通常这个比较人接受的那个 definition 就定义了什么叫做长 COVID、long COVID，就是第一，你感染以后呢，3个月以后还是有症状；第二呢，你这个症状维系差不多2个月以上。那这个，因为这个 long COVID 的症状很复杂的，从心脏、脑部到肌肉到你的神经、精神都有问题的。说，比方说心脏的话，它可能会心悸啦，又心跳快啦，depression 啦，或者是 anxiety。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刚刚大概是2个礼拜前吧。从那个巴西有一个报告，一个教授出来一个报告说，如果你在 long COVID suffer from anxiety 跟那个 depression 的话，他们做那个脑部的那个 MRI 啊，做那个 scan 啊，发现他的脑部这些人脑部真的有变化，他可以开出了一个他们脑部有一个我们认为我们脑体怪的有一个讲话这个叫 speech center。Respiratory center 有一个叫做 limbic system，受它 depression 跟 anxiety 的影响，那这个就不大好。长期疾病这个有这个变化的话，长期疾病的比较久了，就有 anxiety，只有 anxiety 跟 depression 的病人，这病人才有了，才有这个症状。那有了这个症状以后呢，跟你讲，从不到脚部每个地方都有了，那这个给你看看到底是，它症状是又有，哎，看了哪差不可以讲说从头到脚都有了，又什么睡觉呢？现在呢，全世界有 long COVID 的病人呢，有差不多就是65个 million，在美国的话有 post COVID condition 的病人呢，差不多有600万。这个600万当中啊，400万已经申请跟劳工部申请 disability，400万人退出工作的范围啊，所以你晓得损失多大？600万当中400万是已经劳工部准许他一个 disability，所以全世界有差不多65个 million long COVID。那美国的话，差不多600万了。那400万已经申请到那个那个 disability，所以这个对工作的那个 manpower 影响很大。现在我看看那个2个礼拜前那个 Wall Street 有一个报告说，现在政府正在查到底那个真的 long COVID 还是假 COVID 啊？他们说，你说这个从2019年到现在呢，我们政府总共花了多少钱？你晓得吗？总的在防疫跟 COVID 治疗上跟检查 testing 啊，花了 3 trillion，我不晓得有几个零啊。How much zero was 1 trillion？我不晓得有几个零啊。他政府总共这3年花了 trillion dollar，我不晓得他要怎么算呢？所以这个经济上花很多，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到底要经济呢，
还是要这个 COVID 的一直在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他们就是说 ，you cannot get rid of it，live with it。所以美国是最早国家 live with it 的那个先步了，说你这个也很多很多防疫照样防疫，但是可以不用说你一定要戴口罩，要到什么东西的话，说现在说比方说戴口罩来讲的话，很比较少的地方了，除非你到医院，还有到那个 prison 就是监狱了，还有大公共汽车了。还有到那个 Apple 去的话，他不是说一定要你戴口罩了，他说 recommend suggest 你戴口罩比较好，呀、yeah, ，所以他比较松，但是呢，如果你有 COVID 的话呢，比方说你做 COVID 刚刚发生一个礼拜后、两个礼拜以后呢，他是建议说你到公众场所的话，比较多的地方还是要戴口罩，最少7天到10天以后，你病以后的7到10天以后，还是要戴到那个 crowd 的 area， 还是要戴口罩了。那所以说，那什么样的病人呢？第二题说，OK， 那这个是先讲这个，这什么样的病人才比较有机会感染到这个long COVID 的？一个是说，如果你发病当中比较严重，比较住在 ICU 了，住在 intensive care unit 或者要用氧气什么东西的话，你这个可能那个 long COVID 的可能性就比普通人高了。那另外一个问题说，你比如说有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或者是有 autoimmune disease 或者是 chemotherapy 的病人的话，你感染病的话呢，是这个就会比较不好了。那另外一个 population 比较常见的，没有打预防针的病人呢 ，long COVID 的机会呢，也比有打 COVID 的，所以他们现在有第一个结论是说 ，COVID-19 vaccination can prevent long COVID。说你打了预防针的话，不是说刚才说跟你讲说你不能预防疾病，但是呢可以预防重病、住院、死亡。另外一个就是你发生 long COVID 的机会也比没有打预防针好得多，50%、60%、70% 都有啊。那另外一个 population 说，你在发病当中的话呢，又有心肌发炎呢、啊，又有脑炎呢、啊，那种病症的话，他的那个 long COVID 的机会就比较多。这里 can go back one slide earlier。呀，这个，那为什么有的病人会发生 long COVID 呢？它有四种可能呢、啊。通常都有四种可能、啊、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你在正在发病当中呢，你的器官受到影响，比方说你的脑部受影响，你的心脏受到影响，或者你的肠胃受到影响，那你这样子的话呢，一开始有 organ damage 的话，那你的 long COVID 的机会就比正常人大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不是跟你提醒说，哎，你在 COVID 发病当中你的 MI stroke 会增加 ，Why？ 就是这个理由。你的 inflammation 的 activity 增加。另外一个是有你的血管内部的 endothelial 内膜起变化。那第三种情形，为什么这病人会发生 long COVID 的话，就是说你在感染的时候呢？你这个本来这个 virus 停在你身体上很快就过去了，一个礼拜10天就过去，但是有的人这个病毒呢一直在身上繁殖，一直在冰上繁殖，所以就 long COVID 就来了。那第四种的病人的话呢，就是你正在发病当中呢，你的身体啊产生 autoimmune，就跟这个病毒抗的就产生一种你自己对本那个抗体对你身体有影响。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
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呢，有一种病呢、啊，我们叫做这个是啊甲状腺的病呢、啊，我们叫做 Hashimoto thyroiditis。这个病呢，通常说你有 common cold 或者是感冒的时候呢，你感冒已经好了，3个月、4个月以后呢，病人就出现 hypothyroid， 就是甲状腺低功能出现。啊、他们叫 Hashimoto thyroiditis， 为什么？因为他你正在 有那个伤风感冒的时候呢，这个 virus、啊、attack 你的 thyroid 就发炎，但发炎以后呢好下来了，3-4个月以后呢开始出现你的甲状腺低功能、啊、这个还好了，因为很最要紧是诊断出来，很容易治疗，就是你给他那个甲状腺的荷尔蒙就好了吧，就是你这个一有这个症状，你要这个终身要吃甲状腺的荷尔蒙的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已经讲过你的那个你刚开发病的时候，你的 antibody 不够多。你想到在我们这个 population 当中呢，最好的 antibody response 就是病人已经打了防疫针，再感染病，那个 antibody 是最高最好的。所以我是其中之一了，我打了5针又感染病了。Next, please, Shelly。那这个是说，到底有了那个长新冠病症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治疗方法没有？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疗，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的了。刚才除了说怎么样可以预防 long covid 的话，除了打预防针的话，现在刚刚礼拜三有一个报告出来说，如果你那个你在发病的时候吃那个 Pavalix 吃那个药的话 ，Pfizer 那个药的话，你的 long covid 的那个吸引力呢？比较少，他大概好像那个报告是45%-65%吧，有吃那个 Pfizer 那个药的话，我发病的时候就没有吃那个药了，因为我症状很轻了、啊，而且打了5针之后，我想大概我可以避免不吃药了，就不吃药了。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 ，Long COVID 是一种，是你说对生命没有影响了，还是会有了。你的 annoying 的那个症状还是有，比方疲倦呢，还有那个depression anxiety， 还有心脏跳快了，睡眠不好了，都有。但是很少说刚开始，但像3年以前所谓的你发病的时候你那个 smell 不行了，或者那 taste 也不好。现在全部它症状全部，尤其这个 variant 的 BB.1.15 的话，变得好多。很多不同的症状就跟普通感冒、伤风感冒一模一样的这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一有病的话就是避免这个 long covid 了，所以还是一样了，劝你还是没有打预防针，没有打那个新的那个 bivalent 疫苗的是还是要打。那另外问题大概你们有的人疑问说，哎，如果我感染到 covid 的话。我要打预防针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打？很多专家建议说，你有如果是逼不得已了的话，可以等的话，3个月以后可以打预防针。Next, please. OK， 那大概是说，讲了这些一大堆的东西了。现在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好不好 ？Q&A session。好，大家可以自己 unmute， 然后直接向韩明元医师提问，或是可以在聊天框 chat box 里面输入您的问题。韩律师，感恩您的分享哦。不
我有个问题，就是去年11月中我染了 COVID，然后过了大概两个礼拜吧，不到两个礼拜好了，至少是 COVID negative，可是这个 lingering cough 就是一直常常一直咳嗽，都不能够清，有没有什么办法？感恩。OK，那这个是就最是会常这样见的咳。呀，对，最常见就是咳嗽跟那个皮疹了。那我们最要紧的，因为即使你那个时候你感染的时候没有肺炎嘛，对不对？有没有肺没炎？有，没有没有，，OK。那问题是现在说，他们很多报告出来，现在说，即使当时你急性感染的时候没有肺炎，也没有肺部没有影响的话，它有的时候是他们叫做 post-COVID fibrosis，就是说你那个有的时候那个你的lung啊，可以变成好像 COPD 一样，有那个纤维化。所以我的提议是，很多人专家是说，如果你一直咳嗽的话，第一个照 check make sure 你的 check X-ray is all right，Number two。做 pulmonary function test，make sure 你没有，对啊，做一个 chest X-ray，一个是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啊。那他给你做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给你量你的，他会量的那个 oximetry，就要看你在正常室内呼吸正常空气的话，你的含氧数多高。那看你的那个最要紧，他是要看你的那个肺功能了。呀，没我已这经那个个我的医这生两种给一我定要做了。做，呀，X-ray 已经做过，没有问题。没他问又题。在帮我做 COVID 的，还有 flu test，都是 negative，所以只是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没做，那我赶对快去对，那做。个一定要做，pulmonary 好，感 function 恩 test，您哦。呀。那平时有什么可以注意的，稍微可以减，至少说减少这个咳嗽的痛苦减或者少是频率。，OK。减少咳嗽的话，你发病以前你没有 chronic lung problem，right？没有，没没有，有，你从也不来没抽有，烟，对不对不抽烟，从来不抽？OK，烟，好。也不喝那酒，如果说要有，因为很多人这样咳嗽的话，他们是不是 infection 啊？他们就说 inflammation，就说你有细菌是，感染后呢，身上你的一这个 stimulate of your system，所以有的。尤其是你的 windpipe 就是他们说的你的气气管，管嘛，引对对引起作用。所以如果你可以试试看的话，短期用 steroid，如果你没有 complication 的话，很多病人对这个有效，但是你这个不能常用嘛。对啊，我不喜欢吃药，对呀，除非这个是非如不果给。你短期的话可以了，比方说很短的，因为通常他们建议是我也用到几个病人很有效了，说但是一开始要跟他们讲好说这个是。跟你 try 这个不能长期用了，短期用的话是一个 magic medication，但是长期 it become poison，所以我的提议你可以跟你的一做你做完那个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时候呢，如果可以他们我用的话是很少的，我就比方说 prednisolone 10 mg 小小一个百事的药，那第一天吃4颗，第二天吃3颗，第三天吃2颗，第四到第七天1颗1颗1颗，这样4、4、3、2、1、1、1、1、1，是刚刚一个礼拜，很多对这个病人呢，咳嗽有的马上停止，有的少了好多。那你晚上咳不咳嗽？你晚上的时候咳不有咳啊，嗽昨天晚上就咳得很辛苦，不过？OK。都不一定，不一定。有的时候，我发现的规律是，如果我自己保持得很暖呢，然后多一直保持多喝水的话，会好一点。OK，那这个是 stimulation，这个 stimulation 的方向。那另外一个，如果你不喜欢吃那个。吃那个 steroid，奇怪，你做短期一个礼拜的话，应该是没有副作用了。另外一个药可以试试看的呢，可以 singulair，一个 singulair，10 mg，你可以试看 singulair，它是专门是把你的气管扩张了。Yeah，跟敏感的药不一样，这个是 singulair，你可以试 10 mg once a day，this one you can try for 10 to 2 weeks，10 days to 2 weeks。Yeah, singular, 10 mg. 你可以跟你的 pulmonology 讲，跟他谈好看，试试看这个了。感恩赵医师，非常感恩您。哪里哪里？对吧？你好，我你好，在哪里啊？
你好，韩医师。请问你在慈济那里地址有跟病人看病吗？我们做义诊的时候才有，我们两个礼拜前才做义诊嘛，在慈济做义诊的，我们本身没有诊所，本身慈济那个不像在西部 California 他们有自己的那个诊所，我们这里没有，我们就义诊的时候才有，对对，对不起，我们就义诊的时候有办，对，我们一年最少有两次义诊啊，我们三月十二号。三月十二号才做义诊。请问韩先生，本身的诊所在什么地方啊？我在纽泽西的西北部了。纽泽西西北。西北部，我住在那个纽泽西的顶端了。很好。左边靠近纽约，右边靠近 Pennsylvania。从这里，我有时参加那纽约的慈济，他们每年有两次义诊嘛，就是在塞拉等教义诊，每年两次。我这里去到纽约帕拉辛要两个小时了。刚刚远了。我以为在 Los Angeles。你要坐飞机来可以了。谢谢。Anyone else？ 我想说这个真的没有打个 booster， 那个尤其是那个二价，他们中文换成二价 vaccine 的话，一定要打了。那个他们说的 bivalent vaccine 的话，尤其年纪大的病人一定要打。韩医师，我打两针了，第二针的时候很辛苦。OK， 他的症状就是一打，四五分钟过后，我的身体就很不舒服。然后你是打哪一种 ？Moderna 还是 Pfizer？Pfizer。然后消憋三天，好像有三天左右，这样小便很辛苦，很少，很难小便这样。过后我的耳朵就好像有一个月半了，后来我感觉到我有时呼吸很不舒服，到现在有时很累的时候很好像没有什么力气这样。你打那个本周哪块？你 Pfizer 是打 Pfizer 不是 OK。Pfizer 的话是Pfizer 一个对，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的副作用值相当大了。但是应该应该过去了。现在尤其是如果说你症状虽然说现在还是有，但是比较轻的话，我劝你还是我们年纪大了，还是打比较好。那个他的那个说法。All the benefit， 它的 effectiveness 呢？那个打预防的bivalent 呢？其实那个 side effect 有的时候 annoying， 但是不严重的 side effect 了。它很多 expert 还是提议说，还是要打了。我就是打，因为我是做大桥过的人，已经大概有14年了。到现在是4年了，我就是只要打第二针的时候，我整个人好像很辛苦，很崩溃，真的。第三针不敢，也过后就有中标过一次了，上面中啊，就现在没事了。呼吸了，只有呼吸，常常要用嘴巴呼吸，这样也是啊。那你不会这样了。那你以前有没有慢性肺的问题吗？我有，最近才是做 MRI 给肺科看，
他是说我的肺没有什么 大问题啊，他叫我再去给心脏科看，嗯，但是给心脏科看在几个月前他又说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每天都要用嘴巴呼吸啊，是很辛苦，我就是阿帕佐兰给他整定了，啊，他就那个嘴巴呼吸的话跟，啊，跟心脏病跟那个肺部就嘴巴呼吸的话是一种 habit 的，因为嘴巴呼吸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那个他的那个并发症是什么东西的啊，你早上起来的话嘴部很干，有时嘴巴都张不开了，那个因为你有没有这个症状，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嘴巴张开的话呢，那个空气流的话是空气的比较干，你嘴巴是湿的嘛，所以空气经过你嘴巴出来以后呢，把你的嘴巴的湿气把它带出来，所以有的人病人到第二天嘴巴很干的，有的时候把嘴巴连起来不能开的嘞。哦，我是没有这个症状啊，喉咙没有问题，我是没有这个问题，只有感觉到每天就是在下午的时候，有什么啦，有 activity 啊，就很快又要用嘴巴呼吸了，是这样，但是吃整定药了，他就静下来了。那另外一个你可以用一种方法的可以支持你这个东西，你晓得用什么，叫做 deep breathing exercise。 deep breathing exercise， so OK， 深呼吸，对深呼吸，你就这样子，好像我这样，你说如果你当到那个时候要发作的时候，你说吸气，深呼吸，那你吐出来的时候呢，用嘴唇这样perfect，你做，所以本来是一分钟几秒钟而已，但是你深呼吸长，吐出去也长。那我跟你讲，就这么做。OK， 但是为时会头晕了，我深呼吸的头好像会黑一点。对，你深呼吸一个毛病，有的深呼吸的人呢，太快的话就说 hyperventilation， 就头晕了。不要 hyperventilation， 要慢 ，OK。对你快的话 ，hyperventilation 头就会晕。你因为你把呼吸把那二氧化碳放出去太快了，你的脑部会头晕了，会脑部会头晕了，那个是一个 side effect。你 hyperventilation 的病人就是有的严重到他会晕倒的嘞。对呀，就不要快慢了，做深呼吸。呼出去慢慢呼，你做了五六次， yeah, 再做五六次，这样停一下五六，那个就会把那个你的那个口部可以改善了，你可以试试看，叫做 deep breathing exercise。好的，感恩啊。谢谢韩医生。哪里？韩医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听到很多很多网上说法，就是说打完预防针以后，就是过了几个月，这一个保护的作用就会慢慢递减，所以想问一下韩医师，就是打了预防针以后，通常这个保护的作用能持续多长时间？他们这个有一个好几个报告 CDC 都出来了，说我们打什么预防针一样了，你打了预防针，他们说一个月平均降14% 一个月降 14%， 比如说我现在就打了我的，比如说我的痣是100的话，那一个月以后我量变成86了，减少80，对，但是你在一个月的话呢，86的14% 再减少，所以一个月平均是差不多是 14% decrease in the antibody response， 是吧？有的人说为什么要打 booster， 就是这个，但不会零的啦，它很不会下到零了，不会下到零。booster 的话就可以提高它的那个 infection， 因为 vaccine 一个好处啊， vaccine 不是说
你打了 vaccine 以后呢，不是说你的 antibody 就上来而已啊。Oh. 我们 antibody 有两种，一种是体内的 antibody， 一种是内膜上面的。因为我们感染的话，那为什么他要给你做检查的时候用鼻子做呢？因为我们的内膜鼻子的内膜第一个经那个我们那个 COVID-19 进去是鼻子那边先进去啊，所以那么、oh. 所以我们有这个 vaccine， 他就他的那个 antibody 那个保护呢，那个 endothelial 那边就有保护作用。第一个就不要你进来，哦、oh. ，不要你进来，哦、oh. ，如果没有打 vaccine 的人就没有这种东西啊。那另外他说你有打他那个 antibody 在你的内膜里面有的话，在你体内有另外一种的 vaccination induced， 他们叫做 T cell， 他们叫做 killer cell， 那个 T cell 是你细菌跑过来的话，他这个 T cell 就可以把那个病毒杀掉，没有 antibody 跟他弄了，他可以杀掉，所以不只是 antibody 而已啊，那 T cell 的 activity 增加。所以这个 vaccination， 这个他们如果有些那个说 immunity 那个 immunology 的话了，那个一个专科医师就是 immunology， 他可以跟你解释好的，他这个一连串的那个我们的防疫的呢，不只是 antibody alone， something else is going on。好的，感恩韩医师。好，我们还有最后十分钟的时间，想问一下线上的观众还有没有问题？有，我想请问韩医师哈，因为刚刚才打了带状疱疹的疫苗，那么打完之后是不是还可以去打这个 booster？ 你说哦，你是打那个的 shingle 的？嗯，对。第二针还是第一针？第一针，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哦，这样子啊，好，一个礼拜就可以打了。还要继续打，还要再继续打那个 booster 吗？是不是？对，你刚开始是打几针？两针了是吧？一开始两针，我已经打了第三针了。对。哦，对，打 booster， 你是哪一种的 booster？ 是还 Pfizer 还是？都是我是打 Moderna 的。Moderna， OK， 你那个第一个 booster 什么时候打？第一个 booster 是在去年嘛。OK， 好，那10月中， okay， 那这个样问题的话，很多人有这个问题问出来说，他们的提议是说，你现在不要打第二个 booster 了，我给他们的第四针，直接打第五针。哦，呀，我所谓的第五针的话，就是那个 bivalent vaccine。Oh, okay. 因为那个 Pfizer 跟 Moderna 的话，说我都打了五针了，就我打了两 primary。vaccination 是两针嘛，对不对 ？Primary 那个他 Pfizer 跟那个 Moderna 有 first booster、second booster， 然后最后才是 bivalent booster， 对不对？所以你打了三针 ，forget about the 第四针。嗯哼 ，OK。你第四针不要打，不要浪费那个东西，因为他你的第五针跟第四针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加上一个 variant 在里边，再加上新的那个 variant 在里边。所以 forget about the 第四针，你直接打第五针，当做你的第四针打就完了，就没有了。哦，所以去打的时候要告诉、那个。告诉他 I want the bivalent one。哦 ，OK。Yeah， forget about the second booster。好 yeah， 你要跟他讲 bivalent。OK、yeah。他们说的二价疫苗嘛。哈哈 ，OK。Yeah， 所以不要叫他 make sure 他不要给你打第四针，浪费那个东西。OK， 好，不用打了，就直接打 bivalent。好，了解，好。那么就是说，这个才打了那个带状疱疹疫苗之后，一个礼拜就可以了，还是可以打的。OK， 可以打，对。好，了解，感恩。
韩医生。Yeah. 不好意思，我不问心那个 COVID 的问题，我可以问心脏的问题吗？可以啊。好，我婆婆呢，就是一月多的时候做了一个 stent， 就是做了一个那个心脏支架。那有没有说，之后有没有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OK， 你婆婆做的 stent 是哪一种 stent？ 是 bare stent 或者是 drug eluting stent？ 它有两种 stent，一种是有药的，一种是没药的。没有药的，没有药的。没有哦 ，Best Stent 现在很少用那个 Best Stent 的。Best Stent 的话就是说，现在做 Best Stent 的话就是说，有的心脏科医生呢做了 Best Stent 然后他给你吃一种药，血清的药，有的药要吃三个月，有的吃要六个月，有的要吃一年，有的吃一个月就好了。所以他可以，因为他如果你用 Best Stent 的话呢，他的那个。clotting 的那个 side effect 就比较高了，很少人用 bare stent， 真的，他们就 bare 的叫 bare stent， 就说他那个原来的原始的第一个出来的就 bare stent 了。所以很多呢，他们说现在有 second generation 跟 third generation， second generation 跟 third generation 呢，他那个 stent 放到你身体以前呢，已经进过药了，已经用药物处理的。啊，那个我们叫做 drug eluting stent， 第二 generation， 第三 generation 啊，那个的话，有的时候看你用哪一种的那个药了，所以你就要吃血清的药，有的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的要吃一年的，所以就这样子而已。其他应该是没有什么 complication， 就是说 make sure 你的症状，尤其你 best stent 的话 ，make sure 你的症状没有再回来，因为。有这种 stent 的话呢，如果说你阻塞的话，你发生的心脏病比原来还没有做 stent 以前的心脏病还更要严重啊。对，有听说，对，有听说，对。对，所以你这个有时候你就是 make sure 他没有症状了，但是对啊，所以有病，所以他血清，你做了 stent 以后，他血清那个所谓的他们说的叫做 anticoagulant 啊。那个的话，他比较那个比较注重那个东西，他不要有 clot， 一 clot 掉发生的心脏病呢，比原来的心脏病还要严重3到4倍。那就是说，他平常就是说，他吃药的时候，因为他也有高血压，然后有糖尿病，然后 okay， 对啊，那现在又有 stent， 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要注意他的所谓的 A、B、C。A 的话就糖尿病的糖尿病的话，它的 HbA1c 呢不能超过7。嗯。OK，HbA1a 不能超过4。B 的话呢就是 blood pressure， 它的 blood pressure 最好要保持在120跟130中间。了解。嗯、OK， 那第 C 呢就是 cholesterol， 那它的 cholesterol 呢坏的 cholesterol 不能超过70。就是 LDL 吗？不能超过。就对 LDL， 所以你做了 stent 以后，表示你这个病人是 high risk 了，就 high risk group 了啊。那你这三个东西都要控制好。所以我们才控制的话，有一个目标的啦。我们是 goal， you have to reach， try to reach that goal。A 就是不能超过七 ，B 不能血压保持120、130之间 ，C cholesterol 坏的胆固醇不能超过。如果他超过了会怎么样？OK， 那他超过的话，就是说他的那个 atherosclerosis 就是说动脉硬化还在继续当中嘛？对，对，所以你就要把他那个要 reach 那个 goal 了，就要去那边。那他们说 A、B、C 其实还有了，他不 D 就是 drug 就是 medication， 你要一定要药医师开你的药的话一定要吃，就是 A、B、C 以后就是 D 了，就是 drug。drug 的话再过来，它 drug D 就代表两个，一个 drug， 一个叫做 diet，、你的吃的东西了，吃的呀，对 A B C D E 就是 exercise， 它不是叫你去 gym 什么乱，就走路了，就是 exercise 就是 walking，at least walk 30 minutes to 45 minutes a day。OK， 好，了解，谢谢韩医师，非常有帮助，而且很好记 A B C D E， 对， yeah， 很好，对。对可不可以请教韩医师一个问题？可以啊，什么问题都可以了。
好，非常谢谢。就是有关于这个 COVID-19， 您说打第五针，那我们是有 Medicare， 有65岁以上，所以我们都打了第五针。是在你也打了第五针了、啊？已经打了。那打了第五针了是吧？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所关切的是，我们打的时候是去年十月初。那过去的话，他是每6个月就给我们打一次。那到四月的话，就已经快到6个月喽。那是不是政府有计划要给我们再打一针，还是我们自己出钱打一针？还是请问韩医生，您觉得 okay, 你说的打一针就是 COVID 的 booster， 对不对？对对对，我打 okay, 我们已经打了第五针。OK， 现在的问题是说，我现在 FDA 呢在。正在研还没有结果还没有出来了。FDA 的话就是说最近有两个新闻了，一个是 COVID-19 的那个药已经现在变成终身可以用的，不是 emergency use only， 那个Pfizer 出来那个Parvolic， 现在已经他们提议专家提议投票结果是16赞成，只有一票反对而已，可以那个药呢可以永久用了，不是在这个时候用而已了，那个药物。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 FDA 正在讨论当中，到底我们这个 vaccine 的话呢，这个 vaccine， 这个 booster 要怎么用？一定要打 booster， 它这个 booster 呢是用好像用 bivalent 那个 booster 这样子来的，两种 variant 也在原来的那个 vaccine 那个 virus 也在里边。问题是说什么人要打？他是很想说把 flu vaccine 加上这个 booster 在一起打，分两针打两针也可以，或者一起打一针就好了。但是呢，因为我们 flu 的话6个月以上就可以打了，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专家认为说 COVID-19 呢不能那个 populize， 不能说把每个人都要打。他是说很多专家提议说可以打，但是那个 population 的 limitation 有限，第一要50岁以上，第二你要有慢性病，第三或者你有 chemotherapy， 第四或者有毛病叫做 immunosuppressive condition， 比方说你有那个 rheumatoid arthritis 啊， rheumatoid arthritis 是 autoimmune disease 来的， OK， 或者你有 lupus， 所以这样的病人的话才打，不能说一直健康的年轻人二十几岁30岁也要打那个 COVID， 他们就反对了，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公布嘛，他们是说想到这个秋天开始打，跟 flu 跟这个秋天十月份的左右这样子跟 flu 一起打，所以打是要打，但是现在是到底谁要打，谁可以不打，现在正讨论当中，还没结果还没出来了，你大概这两个应该有出来了。所以他们目前的决定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在6个月，每隔6个月 No 不是、他们就是说现在第五针打完以后呢 That's it， 第五针打完以后现在你的情形跟我的情形是 following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FDA， you know, FDA recommend， you know, CDC 赞成， CDC can follow， 那他就两个一起公布说这个就是好像你 每年、秋天要打 flu 跟那个COVID 一起打嘛。哦，了解，好的，非常感恩韩医师。我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六有邀请到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的专员来讲COVID-19 的治疗药物，那他们就有提到这三种治疗药物，那今天韩医师在演讲的时候也有提到，那这里有一份中文的文宣，里面就详细介绍了三种药物以及他们的吃法以及如何获得这些药物，那这些药物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如果您是去您的医生那边去
请他们帮您开药的话，那可能他们会要收取一个门诊的费用，但是这些药物本身是完全免费的。那我会在会后把这一份中文的文宣通过 email 发给大家，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COVID-19 药物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另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他你去拿药的话，第一个通常他们都要求你做 PCR 了，你做个这个 rapid test alone 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这个药，所以你的医师开给你药了，他要求你做 PCR， yeah， 做 PCR positive， 然后他才给你这个药。吃五天了，一天吃六颗，两次分两次吃了，吃六颗， yeah， 吃六颗。那现在这个药已经 yeah， 已经两个礼上个礼拜开始已经 approve 说16投票16比1赞成说这个药呢可以长期用，不只在这个 COVID 时间用，只要有诊断出新冠 COVID-19 的病人的话，一次可以再用。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出来了，5月3日以后呢，他们所谓的 emergency healthcare这个 system 已经过去了，那很多人怀疑说，哎，我以后要做检查 PCR 做检查，这个药开这个药要不要，因为那个你晓得那个药 五天的药政府跟 Pfizer 买多少钱你晓得吗？700块钱，五天的药700块钱，本来是开价720的，但给政府 discount 20块钱，所以一个人吃那个药的话五天700块钱啊。所以五月三日以后呢，还是可以免费做检查，还是可以免费药，但是呢他存量用完以后就不行了。如果政府跟他买了 好多啊，这个检查的那个检查剂了，还有加上那个药了，政府跟 Pfizer 买了好多，但是用完以后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现在 有多少剂全部用完，它就还是免费的了，检查免费，药免费， vaccine 也免费。好，感恩韩医师。那我们今天讲座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最后问一下线上的观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询问韩医师？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